努力一下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请大家掌声。那我们班的美女小侠选的是西瓜汁。那也请小士老师拿着我们台湾特产的芒果汁。可不可以请两位呢，在喝之前呢，先摆一个 pose 给我们的记者们照相呢？水原本是什么呢？你猜吧。阿叔老师问说，水果西瓜汁在台湾是不是很有名的？哎，是的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其实我们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我们版本美女小姐她的耳环就是西瓜哦。但我就是在懂我的。大家都懂的，日本語でバラードとか歌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、ちょっと取材でも話したんですけど、オファーが来ないので、まだあんまり興味ないのかなって感じです。言っといてください。言えたら。